大家好，我是斯密库，我现在人在下北泽西摩基达扎瓦，日本人都直接昵称为西摩基达。大家对于下北泽的印象，大概就是很多二手衣店，还有很多的古著店，除此之外可能就没有别的印象了。其实呢，最近这一两年，下北泽这边有开发一些新的商业设施。今天就跟我一起散步，带大家看一下现在的下北泽。下北泽呢，地理位置这里是有井之头线，跟那边是小田急线。如果是坐小田急线的话，可以到新宿；那如果是坐井之头线的话呢，可以到涩谷跟吉祥寺。从这个主要的出口东口出来以后，那边有看到在铁道下面的新的商业设施。这一整架都是吉普力耶，最新的电影都还没去看。这是漫画，像在看动画一样。360一个贴纸好像有点买不下去。这里就是一条盖在电车线路下的新的商业设施，这里有书店，还有餐厅。现在在车站的二楼，二楼也有很多商店哦。像这个好像是拍贴机吧，然后也有一些动漫的周边。这里还有卖担担面。
这边是下北泽商店街，这条有很多古著店。还有一些药妆店。这家店原本是公共澡堂，现在变成二手衣服店了，所以它里面的瓷砖都还要保留下来。还蛮好逛的，左边那边是这种各种没看过的零食啊，比较少见的零食，然后还有很多米菲兔的联名商品，像这一区整个都是米菲兔。可爱了吧。多少钱？没有写。啊，1100。应该是一样钱，一个熊熊，一个兔兔，一对。刚好很可爱。还有汤匙。这个这么小，只能当搅拌用的吧。这个包装好可爱呀、这个是泡茶的。这个 T 恤好可爱哟、哦，实际看是淡蓝色的哦，100%棉的，有天蓝色的跟铁灰色，有点像黑色。3300打8折，大概2000多吧。这里还有卖凉鞋。不过种类没有很多，汉堡。最近好像很流行这种，看到有人背这个样子的包包，2500这个。挺可爱的。长袖是应该秋天穿的吧？哇，大旗子。很可爱耶。
化妆包。这个黑色的针织帽也打折。135，哦，看错了，5900，下午。3000。有点重。对，里面是这个哦，里面都保存得很完好。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不过是有一点使用感的感觉。多少都有一点旧旧的。Vintage的感觉。5500。大概都要4000-5000块。这家店我前几天才来吃过，是土耳其料理。再把影片放上来，今天就先不去吃了。这个牛蛋也太可爱了吧！这里就是一个杂货店，卖很多各种 character 的杂货。最近奇异卡哇很红。奇异卡哇出超多周边的，它还有自己的专门店。诶，这个是，这不是他拿的那个，不知道棒子是干嘛，棒子吗 ？Ball pen， 圆珠笔。好多可爱的一些文具杂货。这要7150哎，好多这种美式风格的 T 恤，价格的话2750块。
还有卖一些书啊，胶带，这还蛮可爱的耶，明信片，这什么？哎，这不是那个巧克力吗？面条纸，80张要308块。哎，这不是那个吗？小熊饼干，里面有小熊饼干哎。这个是770块，好鲜的咖啡耶，好可爱哟、看看有什么，这个是网状的，1840。1320。还有马里奥哎，刚刚看到一个 T 恤，把它展开来，它就是都是黑色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口袋。感觉像贴上去的，不是刺绣的。2750，好可爱哦，游戏。1980。这个商业设施叫做 Ring Road， 它是2层建筑，然后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新的商店进驻在这里。那我现在人在2楼，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服饰店，那这边的单价都会比较高。它也是 Vintage， 就是二手的。那我们去楼下看看吧。ラテアイスドリンク。
カニカトございます。他也做得太精心了吧？等了一段时间，时段茶师，好像是茶师傅里面有一些证照的样子，还是有考到时段。等好久，我赶快喝第一口。嗯，我都先喝到的是奶味，是不是把它搅拌以后就会有抹茶牛奶的感觉了？你看它的断层，下面好像是抹茶牛奶，中间是牛奶吗？然后上面才是抹茶的那个酱哎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好像是卖茶叶的。高级茶叶就不看了。要三朵花900块。这里的房租要66000耶，这个是88000，这个要94000，这个是84000，都不便宜耶。比较好一点的还可以到100000以上。这家网络评价很好吃，各种水果塔，可以外用，内用好像没有位置。这家松饼店也很有名的样子，大家来的话可以试试看。这家 Freshness Bug 昨天我才吃过，我再把影片放上来吧。So good.
放你的芒果奶昔。嗯，它的薯条还带皮耶。